四年前，当我仲喺小六嘅时候，我每日都觉得好开心。测验同考试，我次次都满分噶，啲同学都好羡慕我。除咗成绩之外，我运动都唔错噶，仲有一班感情好好嘅朋友添。喺小学嘅日子真系过得好开心，但系先我上中学之后，一切都改变晒。我完全适应唔到喺真空嘅生活。上堂嘅时候，啲同学个个都好留心、好积极，而我就一啲都专注唔到。小息同食饭嘅时候，个个同学都玩得好开心，我咧就偏偏自己一个坐埋一边，就连我最中意打嘅篮球都打唔好。直到有一日，我好唔开心咁喺走廊喊紧嘅时候，咦？有只咁可爱嘅猫嘅，佢好似走咗上天台喎，等我去揾下佢先。佢真系喺度喎，仲有第二只猫添喎，只黑猫好似咁孤独咁嘅。连只猫都咁主动去识朋友喎，我终于明白啦，我一定要主动去识多啲朋友先得。嗰同学好似好唔开心咁喎，好啦，我就要踏出我嘅第一步。同学，你系咪唔开心啊？不如同我讲啊！嗰次系我第一次咁有耐心咁听人讲嘢，我仲送咗粒糖俾佢食添。自此，我同佢就做咗好好嘅朋友。而呢几年喺真安嘅生活，我都过得好开心。所以我明白咗一样嘢：真安就是爱，爱就是真安。真安真系一个好温暖嘅大家庭嚟噶。